哦，继续完昨天的进度。行，昨天看，应该就是想一想哦，反正就是找到一个飞机的场所，从那张地图，然后昨天差点死去。目前状况黄色的不足，那就是找蘑菇。但是就直接前进算了。很想要，那时候朝的方向是，我看一下，应该是要朝30慢慢减少方向前进，所以我决定看着怀表前进。看哪个方向才是减少。涨都增加，奇怪。真的，结果我是又绕出来了，是不是？啊，快哦，超帅！这应该是这个方向也对啊。这个好像是，嘿，哎，我的刀喷了，我靠！哇，那至少赶快做一个武器。先要一个石头啊！石头你在哪？水果。哦，补一些。需要石头，石头这里怎么那么少？有啦，这边有石头了。连个石头都没有，fuck！大石头，是吧？小石头，采收。好险，我还有个藤蔓。耐久度应该很高啊，等一下，哦，还不错。这里是哪里啊？绕回来是不是？欸，没有，是变走到底下。
啊，这个又回来了，发哥，唉，太难过了。都回来了，再考一下吧。那个铁矿呢？不行哎，这叫稿子的，意外才发现墙上有东西。研究稿子怎么做？可是我需要先藤蔓。是藤蔓哦。这边有。做啊，看一下稿子才对。稿子石稿，石刀、树枝、绳子，要石刀，可以制作。然后加这个，加这个石稿，黑曜石的表。这就丢掉。我刚刚看这边有东西，可以挖了吗？为什么？不能啊！有哎，铁矿石瞬间解锁了一些东西。锻造炉啊，先睡一下啊。身体状况不是很好，看一下，缺好多东西哦。天哪，又来了。上面这条路好像没走过，看一下。到底有没有呢？有啦，那时候走就走这边了。Fuck！ 等一下，那时候踩的坑就这个。看起来上次是一个终点。就没办法再过去。这是草，等一下哦，这边过来，看看下走，下游，再看有没有洞穴。不明蘑菇来的正是时候。身上应该有那个吧，水蛭。都是蘑菇。
哦，寄生虫有解了，天哪！好蘑菇要留着。这到底能不能上去啊？哎呦，这边有一条上去的路。哦，看起来真的是路哎。哦，会不会找到路了？因为之前山壁好像一直上不去。小心为上。洞穴，哎、欸，哦，我终于找到一条路，我这边有一个攀岩。终于找到出路了！哦，这样藏在这，哦，又一个。哎，但这边有洞，先看一下。No？ 攀上去。地方，这是那个身上九节草吧？绿九节。等一下哦，这样终于找到了，避免我再迷路。老方法，先盖个存档的，那个合适啊，不能盖在路中间哦。有啦，我刚刚 看到，哦，嘿。绿的，这刚好有。有蘑菇。这边需要死。哎、欸，老鼠哎、欸，太好了。就是我的晚餐了。这边等一下生个火算了。身上又脏脏的，嗯，有没有砍掉吗？绳子有缺，多拿一些。哦，这个，嗯，有，OK， 哦，顺利盖好，先存个档。不要，我感觉先走往前走好了，反正真不行再说。哎、欸，这里有那个，哦，蓝色蘑菇，这我记得也是好的。哎、欸，是，以秋抓住抓我应该去了。这是什么？减二寄生虫，蓝色的还比较，蓝色的比较好，好强！好像有蝎子、蜘蛛吧？哦，这里好多蚁球。不明药草，什么声音？
哇，这里真的非常多蚁丘哎！吃了怎样？食物中毒？这会食物中毒 ？fuck！ 这是什么？是？哇，太子腹泻！乱吃东西的下场。他走一走会吐，会吐一下，吐一下。往上走好了。这跑步会吐吗？这里怎么都没看到食物呢？靠腰，是爆哎！哇，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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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那地区将有爆哎，是仔爆吧？哇，现在步步为营了。但我血太少，我真的要想办法。我这边食物也没有说很多。那我先去附近探险，看这边有没有动物。只有一些死老鼠。都没有吃的，哦，看到，闻，啊，这只有一个肉，fuck，身上会脏。猪，肉多一点，拜托！哇，好重！水质，身上好脏哦。方向是哪边呢、啊、？Fuck， 对，是这边。到底是什么重？看一下，矿石、烟草、骨头，骨头只有两根。笑靥吧，老鼠就，木屑，不行啊，这肉是树枝吗？绳子、气。石镐就不用了，哦，武器管很重。好，到了，这边生个火，先补充战力。小火，这边为什么都不能放？是因为不平吗？差一点。bug 了，等一下，我存个档。刚死掉读档之后，位置又偏掉了，先重新读档。
这张地图的蚁丘跟那个很多，然后还有那个掠食动物。OK， 这样打就会准了，至少砍的是准的。这边使用。OK， 哦，那时候没装水，因为想说很重就不要带了，结果失策。绷带五个，这么多，然后刚好来制作浮草。在制作，好，要先做成绷带，在制作。在制作，这本一起。煮好久、哦，不要浪费时间，先睡一下。吃，吃。油脂大增，但是还缺水吧？而且怎么那么稀？又要晚上，真不是很喜欢晚上。先撑一撑吧。先来收集一些食物，然后睡到早上再出发。阿咪猫什么都看不到。制作，加这个百合敷药。这也蛮强的，什么都补，绿色也不足。管他的，就睡吧。水分不足导致我现在在下降。再睡，就醒来的时候体力又不支，无限轮回。存第二个档。不管了，出发吧。哎呦，怎么能戳中？好多蜘蛛哦！
需要步步为营的，天哪，太可怕了。我在那边遇到到目前还好，但应该在某一个点一定会遇到他。哎，真麻烦。哎，我看到屋子了。哎，飞机耶！Mia, you won't believe this. I just found an airstrip.Well,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Radio for help. Right, I'm on it. Come on. 哇，这个房子真的很宽哎。声音都变了，没有，先给我食物啊，罐子，哎，可以，可以，可以，有，哦，是有，是是是，现在吃什么一定都补啊，因为我什么都缺。没了吗？上面应该还会有。主要是水的问题啊。哦，这边可以求救哎。啊 ，no signal。要修理没讯号 ，fuck。是吧？哦，止痛药。还在玩牌。这都没有水源呢。后面倒是有一些，这边睡觉，算你狠。哦，这是什么？毒道哎，不能用。这边可以睡觉，好，我知道了。这边有存档点吗？哦，这边。是什么？吉隆咖啡？有必要了，空罐。哦，他要去煮。这边可以睡觉，然后这边有存档。不错，睡一下吧。毕竟会很耗体力，因为现在水分不足，扣超快了。这边反而因为不是雨林，所以都不怎么下雨。这可以上去吗？不行，水分不足啊！哎、欸，这边好像还有可以探索。有猪，太阳能板。跟我一开始来的一样，他该不会抢我们的吧？哦，我要沿着这个修。Alright, that should do it. 哦，可以了。
这没有水源吗？我想先去喝个水。真的没有 ，fuck！ 算了，先过任务好了。求救讯号，打开。Hello, can anyone hear me? I need help. Anyone, come in, please. I need help. Anyone, come in, please. 没人理会，这还可以用吗？哦，有声音耶。Fucking hell! 有个钥匙耶。Copy. This is Manaus Control Tower. Over. You can hear me. You can really hear me. I need help. Affirmative. Keep calm now. I can hear you. You're going to be all right. Please give us your name and position. Over. This is Jake Higgins. I'm on a makeshift airstrip in the middle of the jungle. I'm not sure where exactly. Copy. That Jake Higgins? 又来了。他是我常来常客。Okay. Are you alone? Over. There's a girl with me, Mia. Copy. Is there a man with you? Over. 啊？为什么一个男的 ？No. There's nobody else here. Are you still there? 他好像不太想理我。Copy. Just.Stay where you are. Over. Will someone fly over? How long shall I wait? Keep calm and stay put. Help is on the way. Over and out. Hey, what, 什么又来了？ What do you mean by again? Am I in some sort of danger? I mean, what's going on? 有精神病。他不想理会。Answer, please. I beg you, please.Please answer me. I don't know what's going on. F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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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the fuck is that? 要死。Mia, help is on the way. At last. That was a strange conversation, though. They asked me if there was a man here. Any idea what all that was about? I'm just glad you're safe now.Right, and since I know how to get out of here, now I need to find you. 安全器材。Just come home. What is all this? 地图哎。A map? Yes. Mia, come in, please. 哎，乘客哎，希金斯哎。所以，当时他们应该是跟着别人过来的。Mia, come in, please.Damn it, don't leave me. Please come in. Mia, are you there? I will keep looking for you anyway. Help is on the way. Come in. Please, Mia. Mia, come in, please. Help is on the way. Come in.这六个人吧。At least one is a child, so I'm guessing these are refugees from the city. Okay, so here's an airstrip. What's the point C1? 希望是我要去的吧。A 是跑道啊。May I have to tell you something? Please come in. Mia, are you there?I'll keep looking for you anyway. 在怀疑男主角是精神有异常。听着对话接受，我不会没有你。Please, Mia, I need you. 哎，这里还有个有东西吗？听着对话接受，没要骗我。哎，他电池用到12%。那我先去洗碗嘛。
还是洗碗吧，看一下。有地图啊，希望是27。24，好吧。听起来蛮近的，就该不会是这个点吧？就这个啊。有蛇了哎、欸，看来要小心了、啊。哦，甚至一满。现在只需要的是水源。嗯？这是一个桥吗？哦，那个。可以下去，哎、欸，有水源了。可是我要怎么下去啊？啊？沟上面吗？哎呦，这是一个攀爬，人工建造的攀爬地点。哇，爬下去了。所以刚刚那设备就这个吧，扩充。那我现在背包打开啊，看一下，应该在这一页了。哦，扩充，看一下。水源来了，是水源，哎、欸，潜水用的、欸，所以要我潜下去是不是？但是先喝吧。哎靠，拿错了啦！按到拿泥巴 ，fuck！ 快，我要喝水。等一下，瞬间活过来。装一下吧，感觉真不怎么会下。所以我要潜下去。这边有一个都是，这是一个电缆线，应该没有水中会攻击我吧。地图有更新欸，这里是哪里？往上。哦，上来了。这里是哪里啊？这边水中也不能看地图。有啊，有。哦，上岸。所以这里是这边吧？应该是。哦，既然来到新的地点，先，诶、欸，他的上岸点在这边呢、欸。等一下顺着路走好了，但靠，这边有竹林，不管，老方法，又是盖房子的时间到了。没有一个平地啊，哎，好像可以哦，这边。嘿，转弯不行。好，我看到了，可以。不够是吧？没关系，这边有木材。先不用。哎，
石头都拿了。长树枝，我刚不是有切吗？OK， 过不去，接下来是这个，这蛮厉害的，我砍它就滚下来到这边。插两个，先存档，就往上了。我实在不太想往上出，所以这边先做好准备。看这附近有什么？有水果。都先准备一下，骨头。好啦，睡到早上了。哦，有东西在扫，看一下缺什么。OK， 没问题。啊？是不是补黄色的？算了，继续睡。六点。早上呢？先喝水。OK。好，你就顺着路前进吧，途中看有没有食物。好亮，欸，啊，他这边也搭好了那个桥了。地形还蛮崎岖的，下去下去哦，新地点看一下。哦，我在这个区块，所以他要下去的意思。欸，有两个点呢，一个是这边攀爬下去，跟靠马上就有水质，脚吧。先看一下这边有什么。这边好像没有东西耶，可能是给我跳下去的。哦，好像没有什么，这边可以直接过去吗？会不会掉下去啊？不会。哇，但我还是要从那边的。来吧，哦，下去。应该是在这一块吧。哇，是钟乳石洞吗？应该不是。哦，又到另外一个点了。哦，蘑菇刚好缺。身上脏了，
醒一下吧。哎、欸，这是弹的，所以没办法用，是不是？哎、欸，靠哟，按错。算了，清洗身体。又到一个水灵了。看一下在哪。25 27 25 27，我在这一块吧。这边可以过去吗？还是我们来这边边边看看？去对面。应该没有凶猛的野兽吧？蘑菇都腐败了。快坏了就吃一吃了。好像可以过去，有乌龟，绕过去了。哦，我现在潜水都 OK， 因为它有那个氧气瓶。我只是很好奇，这样会不会增加我的重量？这边可以上去。等一下，我看一下哦，所以我氧气瓶在哪？哦，这边呢。小罐的，登陆现在在哪？23 23 28，嗯。我怎么反而越走越过来？28，不是，对吧？我又没要去那边的，算了，勇者不怕。现在看中间渡过会发生什么事？有鱼会攻击我吗？好像有声音，靠！有鳄鱼，不，快上啊！吓死我了！我感觉这一区变成是鳄鱼吧，凶猛的动物。慢慢前进。这有什么？哦，这什么？我吓死我！好像都没有东西耶。哦，至少来个岛了。欸，好像是陆，陆地。啊？不是，噗噗。哦，什么字？欸，那边好像有个攀岩点呢。真的在哪？嗯？啊，这边呢？
可是因为我没有地图了，所以我现在只能看到边边。Oh, that's really high. I'll need some better equipment. 靠，他要更好的器具，寻找更好的攀岩，所以我找的是对的。去那个岛上看看哦，中间这个。会鳄鱼吧？我想要在这边盖一个基地，随处留家。哎，椰子，哎，戳它，然后制作采收，哦，有香蕉。哦，缺的就是这个啊。OK， 能量是补了，但是缺了那个，缺了那个，要吃肉了。刚明明就有个黄的，那是白的。怎样都点不到刚刚摆的，哎、欸、有了，这是长树枝吧？毒箭，哇！我这样小心不要按到它 ，fuck！ 哇，我又要中毒了，就一根哦。那边有鹿，是鹿吗？猪尸体蛆，有一个骨头，我想拿骨头。哎、欸，背包硬吗？拿不起来哦。我想看一下护甲，因为我护甲可能要换。71、75、46、30，好吧，还可以撑，那就先不要。叶子这边啊，靠腰，这不是，这个才是。存档，然后顺便先休息一下，补充体力，睡一下吧。哦，睡太多了啦 ，fuck！ 好了，往前前进吧。金鬼呢？直接吃了吧，现在什么都很缺。哎、欸。有一个地点呢、欸，那这附近应该有地方是那个喝汤的啊。这个石头要喝汤才可以进去，所以他在反……靠腰 ，fuck！ 那我们，所以我绕到背后了，其实应该从另外一个点登陆。Eh?
路哎、欸，走错了吗？哎、欸，我绕回来了。像这边，可是应该有地方可以喝汤啊，不然怎么？啊，小子盔甲错，所以其实我刚刚绕了一圈都没看到，还是在别的地方。为什么这么难拔？哎呀，这个怎么拔不了？哎、欸，这 bug 了，靠呀，我怎么点不到？哦，有了，然后怎么点老半天？我是不是要上去啊？是我漏了，我再绕一圈看看。这边吗？没路。还有蛇，啊，这乌龟了。这边也上不去。哇？这边吗？从这边上去吗？我跳上来又掉下来了。嘿，嘿，破图看，好像不是。结果又绕回来了。嗯，看起来应该不是在这。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好吧，再睡，睡到早。好，起来生活。哎，都这样吧。树枝哦，碍事。嗯，干燥的叶子，刚好可以来生活。在这边真的不怎么下雨。嗯，这个可以烤，这个是可以吃的，刚好看到。然后这个也可以采收。哇，身上东西太多了。这个原本是拿来想要装水的，这个也不要。这样可以了吗？补点蛋白质，哪边还有青蛙？这是毒箭。
嗯，看起来没有。有寄生虫 ，fuck！ 幸好我还有留蘑菇，解掉，然后吃。OK， 状态很好。再睡一下，明天就继续出发。对了，所以看起来喝汤的点不在这，但这边是那个洞口，所以这个我可能要去别的岛看看。小岛应该不可能，可能要往大岛前进。嗯，往下的话。应该是数字，下面的数字会增加。好，咻，又来这边看看。嗯，有东西。小心为上。三一耶，这边是往前，下这边是往，好像是减少了，所以应该往这吧。啊，水质走没几步就来。哎，好，走这边看看。对啊，往下前进。那我们走这。有鳄鱼哦，靠哟！你听到鳄鱼的声音？尽量不种草丛，对。哦，这里感觉好像有东西哦。因为看起来岛比较大。哎 ，Man, you're not gonna believe this. 是什么？啊？啊？还有下一页吗？他去什么？我什么都没看到啊 ！Fuck！ 哎、欸，哦，这是一个军营呢、欸，不是，应该说帐篷吧？哦，什么东西？有蜘蛛，不知道在哪，都是空的 ，Fuck！ 留一点给我吧。好，没事。因为怎么那么像男主角他们的那个？哎、欸，入口在哪？哎、欸，里面会有什么跑出来？跑出脏笔？为什么他还要这样子拉开？然后，因为这是要隔离啊，什么都不能拿。哎呦，为什么要这好像隔离一个就是病人的地方呢？哦，我洗礼了。哦，这是一个研究室哦。血清样本。
史密斯博士，这好像是我印象。Goes here. Now I just need the right sample. Dr. Smith, report number 27. Observations on Guanabana. A small tree in the Anonaceae family. Oval fruits up to 12 inches long. Weighing on average 2.2 pounds. Covered in dark green skin with soft prickles, white creamy flesh with black seeds.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Tasty. I've collected samples of fruits, leaves, and bark. As with many other species, the natives use the guanabana to make anti-parasite brews. I must repeat some tests to be sure, but so far, the evidence for antiviral, antibacterial, and even anti-depression properties is very promising. I'm not sure if I should get our hopes up, but some of the plant substances can even destroy cancer cells.I want to keep my professional cool, but for the first time, I feel that we are actually close to discovering what we're looking for. Out of all the potential samples studied so far, I recommend conducting a thorough analysis on Guanabana first. End of report. 是这个吗？ Dr. Smith, report number 26. Observations on Quassia amara. A shrub from the Cimarubaceae family.Compound inflorescence and small, long, intensely red leaves.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its flower contains chemical compounds, quassin among others, which make this shrub one of the most bitter plants in the world. The natives use it to make a brew for fevers and pain. No. Unfortunately, aside from this usage, I have no evidence of any medicinal properties. Apart from its terrible taste, the plant doesn't have any other distinguishable features.A sample along with full biochemical analysis will be included in the nearest transport. End of report. 现在在岛上做一些植物的研究，这边。现在原本男主角是来帮忙协助研究的，这是他们的研究地吧。样本，这可以放进去吗？老鼠真的好吃。不行，所以我要一直试。好，没关系。嗯，但他这里。好像不是一个，哎，这边还有路口，可以睡觉。然后军用口粮，吃的牛肉干，这边有装备。他们觉得带我来是一个问题，是不是正确？他说我们一直在胡言乱语。所以是男主角，因为曾经来过这边，但是不是男主角老婆死了？然后他们跟他们一起来研究，好像是那个解药吧。老鼠鸟草哦，有戏。
他们说，但是他们这边的任务是最后没有达到成果，所以他们要撤退了。Dr. Smith， 哎，这男主角的留言。Again, 不是。His behavior is starting to spiral out of control, and his obsession with his wife's health is disrupting the team's work. Once again, I want to make it clear that I don't have th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to diagnose him, but I suspect a mental breakdown. It's getting worse with each day.Should I put him on medication? We have some sedatives on hand. Please advise. Oh, I almost forgot. I've packed all the specimens according to the new guidelines. I hope this time they will reach their destination without any problems. End of report. 等一下，我是在这一个点还是在这一个？应该是这一个吧？感觉不像。等一下，我看一下。264.26。264.26.34.我应该在这个，所以我等一下再游到对面的那个就可以嗑药。但我觉得越来越悬呢。所以男主角到底正不正常啊？还是他其实只有病而已？当初跟着团队来研究，但他只在意他老婆。然后最后他就崩溃了。他会不会最后其实把其他人都杀了？感觉好可怕。这边好像没有别的东西，所以我要我现在在我要去233对面嘛？23是哪个方向？是那个吗？所以我们一开始玩的那个跟他老婆会其实是很早的记忆吧，然后后来醒来的点是在，哦，我看到了，在已经发生撤退，就是他来协助研究，然后其他人走的时间点吧。这是什么？再撞。不能抓毒箭蛙，是中毒了。因为我想看那个是不是，因为我想把他抓去当血清用啊。但是他一直说我背包隐瞒 ，fuck， 是这个样关系吗？嘿，抓！而且把他拿去抓血清。因为是要活的，所以我现在中毒了，应该去了吧？刚刚不是有个研究所，我想说把他那个这个蛙拿去当做血清啊，这个嗑药啊。有个 bug， 赶快来得及就完成，来不及就死了。因为他嗑药之后啊，他的那个能力只会帮我重置，就是变一个新的给我，所以我在死去前呢、啊，我优先把它完成，就不会有事。为什么？没事，嗑药前是可以活下来的。小数字啊，血清里面啊，我想说制造应该是要先血清的制作，应该就是毒跟血液吧，才能做出血清。
点，来得及吧？还不够。靠用，喷的喷的喷的。制作。哇，我石头是不是都丢了、啊？靠用，最后一个石头。惨了惨了，斧头！现在喷斧头了，不然先应急用好了。这样子，石斧，那耐久度应该很低。哎、欸，其实耐久度还蛮高的。不是还有吗？为什么插不进去？又来了，嗑药剧情。他游去那个岛，但小鬼怎么跑那么快啊？蟒蛇，哎，那个蟒蛇是那时候有个营地，他们把他杀死吊起来的营地啊。他为什么是小孩？不太懂。哦，他老婆有是患上那个可怕的疾病吧？ How am I supposed to live my life when time is running out? How the fuck do I just 没办法撑下去了。I can't do this anymore. I wake up next to you every day, knowing there's no future for us.I just can't take it. The pain, I want to end it and just be done. It feels like someone is holding my heart in an iron fist. 看我应该是不是真的死啊？ I can't breathe. I just lie there and look at you.这是哪里？家里吧。哦，所以他们最后真的有带回解药。其实他们有开发出解药啦，但是到底有没有救回他老婆啊？
guys. What did I do? Tell me, please.所以一开始有爆发一个病毒，然后后来这个病毒出现了变异，然后他们就成立一个专门研究的团队去想办法解决这件事，应该就是刚刚那个点吧，我看一下。哇，结果他们还是没办法找到方法，但这个疾病已经爆发了。They all believed this was the only solution. Shutting down airports, seaports, and now this? They are isolating the entire continent.所以他们就来开发这边土著的地方，所以土著反击，他们可能在寻找解药过程中造成破坏他们的森林。我到底是真的被攻击还是梦里被攻击啊？这是哇，掩埋场，这代表死了很多人吧？回神，我靠！我看那个尸体耶，哦。Doesn't look like you're gonna need this. 阿瓦雷兹，这是他们团队吧？难怪他这边腿断了，他摔进来的这边吧。I need. No, no, no. I'll fuck you up myself.
欸，我记得我这边有个存档的、啊，这边吧。欸，我盖的树被毁了。哦，靠，要在这，吓死了！我想说怎么找不到？看一下，所以我可以去攀岩了。制作解药，就还得去那个吗？好，再去一次。毒箭蛙，按照剧情来说，有毒药就可以制作血清。这边最毒的应该就是这个吧。是这个方向吗？对。这设备还有水，是这个吗？不然我就要再找别的了。哎，真的解药哎！ This can't be true, Mia. I found it.Answer, please. I have a cure. Come on. God damn it, speak to me. 好，我更新了，快下。调查彩绘师寻找米娅。所以反正我现在去攀岩点吧，既然已经找解药，这边就没有必要再待了。所以其实当初他们会爆发病情，应该是这边的毒蛙吧，是吧？因为手贱，他去点那个青蛙，他就中毒。但男主角点，然后我如果中毒要解的话，就是要敷他们草上药的植物。我靠，这是什么？干，这是什么东西？打超多下的，不是鳄鱼吗？欸，他还活着，他在动。对啊，我来攀岩了。喂，那应该勾上去吧？发射，砰！好，哎，又有。应该要再发射一次，噗！哦，没有。我出来了，顺着路走吧。欸，所以我现在在哪里？嗯。这个吧，欸，等我一下哦。感觉，看一下哦。那我就还要再准备一份嗑药的。因为他就是从嗑药看剧情，
所以我现在还得要准备。有比较，这边没有比较深的树、欸。这条路，死路。哎，有洞穴。哦，这有什么？蘑菇。树木。哦，好大宽阔的。That's the village. 哎，大村庄啊。哦。哇塞，我找到大本营了吗？要嗑药了吗？Fuck！ 不行，接下来是全面开战了。如果我要下去，我就要跟他们 PK 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没什么好说的啊。赶快先存档，然后一路杀下去。等一下，这边路都太不平了啦！哎、欸，可以可以，在他发现我之前，赶快盖，我要藏的树。现在要开战了，因为既然是大本营。想必就有很多守卫了。先存个档，等下就要开仗了。哦，休息。
Mia? Mia, where are you? Mia, say something. You're gonna miss them again. Mia, where are you? You'll stay here with me again. Is that what you want? No, no, not again! Just tell me what happened! Me. You gave me back hope. I could taste and smell again. I could eat without throwing up. Those were the best 6 months of my life. And you were by my side the whole time. Jake, I feel it coming back. I'm afraid of it. I lived, but felt dead.
I can't go through all that again. I can feel the same grip on my throat. I can't swallow or breathe. Seconds stretch into hours, and I'm just waiting. I'm just waiting to die. Every patient of Immolocorp became a walking time bomb. Everyone was infected. Everyone. Even you. You left me here. You left me alone to die. You wanted to save me again, but what will the price be this time, Jake? What will you sacrifice this time? What happened here? Everything we do makes the tribe suffer. I sold their secrets. It's easier not to remember, isn't it? Do you even remember how you got here? Of course I do. By boat. With you. We put up a tent and... Are you sure? I don't understand. How long have you been here? Mia, you know I can't remember. Just tell me. Weeks passed. You were certain you would find the cure. Everyone lost hope. Time went by. You were all alone. How long can you survive on your own? How long can you live with the deaths of millions on your conscience? Maybe it'd be easier to just push it all away. Forget. Start again. Are you?
happened? You didn't listen, did you? I don't understand. Why are you here? I told you already. I begged you to end it, but you didn't listen. You never do. Was it worth it? Did you get what you wanted? Yes. I have the cure, and now I know where to find you. Then go.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Tower, come in. This is Jake Higgins. I got it. I got what everybody's been looking for. Did I hear you correctly? Say again, over. Yes. Yes, you heard me right. I have the cure. A cure? Oh my God, are you certain? I'll send somebody right away. You know how hard it is to get permission these days? Is this really over? Just hurry. I wanted to say goodbye to you. You think I'm still waiting for you? Yes. You're a fighter. You know, you could always come back to me. I really hope that this won't be necessary.